泽法师1927年出生于中国广东省，于1940年前往香港竹林禅院，1941年剃度，1944年于兰华寺受戒于虚云法师，1946年的虚云法师传世灵气宗法脉，为第44代传人，1952年于香港沙田创建果园净院，1953年回竹林禅寺协助完成大殿兴建，后接任竹林禅院住持，2013年于竹林禅院圆寂。一招法师承接虚云法师之衣钵，为济世禅门之真正圣德。法师早已斩断生死之根绊，证无上之菩提道果，为解救六道众生之痛苦，法师以地藏王菩萨为榜样，发愿娑婆众生不净，誓不成佛，亦被赞为地藏王菩萨化身。一招法师得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甘露加持灌顶，被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赞为稀有难得的戒行开悟高僧，下土即为一招老和尚，接受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甘露受法加持，并见证百万黄风不敢伤人。